明暗他做得了主，生灭做得了主，啊，对不对？动静做得了主，动静的主人是谁啊？明暗的主人是谁？生灭的主人是谁？问问自己啊，是谁？是我们清净的自性。清净的自性就是无性，也就是无相啊，是不是？我们哪里有主人？我们找不到真正自己的主人，所以啊，在这个相上显得多么的伟大，比不上一个如如不动的人，如如不动的人。譬如波有千差，水波有千差，水性是不二，不二之性就是实性啊，不二就是当下。讲一也不对啊，讲一也不对，水性不二，为什么加一个不二呢？那也不能讲一，不二就是当下，所以你讲二也不对，你讲不二也不对，方便说是不二，空性的东西哪里有什么一跟二的东西？不二之性就是实性，也就是真如本性，或者是真如离体。现在的三界轮回、六道的生成啊，生成的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这个是生啊。那么降呢？降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那就降了，是吧？所以要尽慧苦乐，尽就是四圣法界，慧就是六凡法界呀、苦跟乐，凡圣差殊。啊，凡圣就是十法界有所不同，证明因缘之法而有差别了。我们现在这种种的因缘法，这通通有所差别。所以这个因缘法有时候是一种定业啊，定业啊。底下说皆由身口意三业啊，皆由三业，三业就是身口意，四仪就是四威仪，行住坐卧。六根所对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随情造业，随这个情事或者是情见去造作这个恶业，造作这个恶业，十法界这个果报就会不同，果报不同啊。善则受乐啊，善呢 就是说比鼻是净的意思啊。如果你造了净业、清净业，包括是善，包括是因为这个善呢、包括净的话，才可以变成四圣道，啊，四圣道就是要这个声闻缘觉菩萨或者是佛，那这个善呢、包括四圣或者是三善道，啊，这样就受乐，啊，受乐，恶则受苦，啊，就受三恶道的苦。其实人间呢，我们要稍微冷静一下，只有唯苦无乐。受乐意思就是短暂的，我们人道啊还有一点点乐可说了，要是三恶道啊，那没有乐可言了、要是说我们一只动物啊被关在动物园里面，那些失去自由了，那些如果说你是一只小鸟，一只小鸟那被在关在笼子里面，那你一生一世的空间就是那么大、那你又不能抗议什么，那其实这个因缘果报啊，业力是很不可思议的，碰到你不得不啊，人也是一样，你今天一走结婚的路线，他就是像关在鸟笼里面啊。所以这释迦牟尼佛是讲得非常好啊，说劳逸有善事之期啊，对不对？这个结婚啊，男女啊，没有远离之愿啊，这个牢狱，你说你一个人犯法，你抓去关的时候啊，你还有一天呢，你会出狱的，关了三年、五年都假释回来。但一个人啊，欲望啊，贪着这个男女这个感情啊，一建立这个家庭婚姻，那你免谈呐、那你这个你犯法去关三年五年，他会出来的，还假释、啊，一结婚了、那得关一辈子的、
关一辈子的啊，牢笼里面就关起来的，关一辈子的。你就是到美国，你念念还是要回家呀、啊？我的儿子啊，不晓得吃的饭吃得饱吗？我的老公啊，怎么样啊？你整个心呢、啊，你没办法的，没办法的。没听到佛法呢，没话讲；听到佛法，哎，是在往这笼子里面一跳啊，就是这样的。你的一生一世的范畴就是这样的。哎，当然一个大修行人是不差啦。不差了，大修行人像维摩诘居士啦、离比人老居士啦，啊，这当然没有什么旁运居士，这个都是大彻大悟的，那当然不差了。我指的是一般凡夫啦，啊，还有就是对讲堂这些男女众也不差，一听经听一遍古话，一结婚不结婚不差了。哎，我讲的是拢外靠去凡夫啊，那都不是讲咱这吼、個，那不是在讲这個，嗯，一百四十三页，此名。因缘差别之所由来啊，这是因缘差别的所由来。所以经典说善恶为因呢、啊，苦乐为果。善恶之业这是因呢、啊，苦乐这个是果报啦。啊，引证可以知道，当知法无定向啊，啊，法本来就没有定向。所以我告诉你们，啊，地会变的。人心会变的，我们是看地理啊，参考可以啊。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啊、那你完了，那你不要修行好了，那变成定论呐、啊，这定论跟外道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们呢，不管是建筑啊，任何的东西，我们参考地理是可以，但是这个法它是不定向的东西，配合我们的智慧。啊，就会变成天时地利人和。那就是说，我们固执不通，那你完了。你说，哎呀，这个地不能动，那这个地不能动，万一这个路被大海大雨水冲刷，那这个路不能走了，那你不开路你怎么办？你马上不能走路的呀。法它不是定向的东西，应该用般若的智慧，配合这个所谓的地理啊，什么风水啊，这才就是大智慧的人。没有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无常法的东西啊，这个地球整个它在转的，每一分每一秒它在转动的啦，哎，都在转动，都在变的，是当时法无定向啊，随缘构集啊，这个构就是构造啊，聚集的意思，建立啊，就随缘呢集合起来的意思。哎，夫妻啊也是因缘法，这个家庭是因缘法，团体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都是因缘结合的嘛，啊，而没有定向，常常在变呢、啊，常常在变呢、啊，啊，古时候是一定不可以的，是不是、啊？那现在，那没有是不可以的、啊，哎，以前要是2000年前，哇，那你要是说我们穿一个短袖子出来，你不得了啦，你完蛋啦。那是大不敬啊，这个女人啊，她怎么敢穿短袖子出来啊？现在哪里穿短袖子，这样逼到底啊，路短了路修啊，路碎了路贵啊，对不对？现在人请他新兴人类，但是很奇怪，你杀过一千多户，一不多去把这个干啊，躲在这后显出来，那就裹在前后绕绕。哎，这边看看冷清，你哪知道？你别去公司，啊，偷开躲在干没看见？啊，不是讲我大，讲你我好看。哎，伊都感觉伊要穿个机场嘛，那是拢安尼穿，哎，不管嘞，想无嘞，对不对？啊，你好好的端庄的衣服他不穿，咦，穿个老躲在出来，你唔捌看过咯？啊，电视也是这样子啊，啊，你有什么办法？啊，大家都这样子啊，所以现在就。以前2000年呢不可以的，像现在2000年后啊，他说你那个是古板呐、啊，是不是？那很正常的啊，这很正常的，啊。我们以前呐、啊，我们以前说没有结婚，生孩子，啊，这下戏下井，这个女儿、啊、要不被她的父母亲打死了半死了才怪。你去丹麦看一看啊，丹麦啊，丹麦、挪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那个没有这样的观念的。瑞典，他哪里有这样观念的？他们同居占53%，都不结婚的。
我不要束缚你，你也不要束缚我。53% 到瑞典去，他们这个一看都没有办什么户口的，哎，先住几年看看，合我们再办结婚，不合就大家拉倒。哦，这要在中国来讲还得了啊？怎么可以让你先试婚的呢？啊，我听俗话讲，讲伊要结婚吧，讲连阮老百姓都按照一个唔捌看过。多不可思议啊！你想看以前的人呢、啊？你看都没看过啊！我老百姓就安怎？哎呀，嘛是结婚，对不对？这个人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说啊，法无定向啊，时间、空间都会变的，它都会变的。你一定怎么做的？哎，这智慧最重要，放下最重要啊！缘非有我，非我有，这缘起啊。非我有就是，没有这个所谓我跟我所有，没有所谓能所的意思，意思就是无自性啊，无自性。非我有就是没有一个固定性，既然缘就是缘起，缘起啊，就缘就是缘起，非我有没有一样是我们的，那当然就是无自性啊。那你想想看，今天。你真的拥有金钱吗？你拥抱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真的拥有他吗？这也是空性的咯，对吗？说，哎呀，师父啊，那你这样子那么透视，那这样子人世间已经没什么意思啊，人世间才有意思呢，对不对？这演戏啊，是就是游戏神通啊，哎，你。随时随处都可以跟众生一样，都可以超越这个众生，随时随地都可以超越这个现象界，那有什么不好的？众生啊，活着一拥抱就黏着了，嗯，圣人他倒不想懂啊，对不对？像庞严居士、维摩诘居士，这块了门槛，你别那把业掉，啊，他了解法无定向，一切缘起无有自性，他一样的过家庭的婚姻生活。一样一样的做事业，哎，一样的超越跟解脱，所以故不二嘛，不二嘛，不即不离嘛，啊，所以故曰性空啊，啊，故曰性空，空故非异，啊，因为空性啊，那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啊，就这个性空学啊，印顺导师啊，写一本呢、啊、性空学，写得非常的好，哎。非常好啊，性空学。那么，空故非异啊，万法皆如啊，万法皆如啊，因为如就是空性啊，啊，这个如就是不生不灭啊，啊，对，《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它的细品里面这么说：说若于诸法而得不动、不生不灭、无相、无不相，不应起见。哎、啊，何以故？一切法皆如也，诸佛法身亦如也。啊，如果在一切法，我们了解啊，当体不生不灭的不动性，那么就所谓无相、无不相，那就不应当起见，知见的见。为什么起知见、起这个分别，害了自己，害了清净法身，使一切法都是空性，一切法都如，一切法当下就是不生不灭。那诸佛法身也是这样子。那悟到这一点呢、啊，那用不完，用不完，一生一世啊，都用这样不生不灭的心去作用啊，你怎么样？什么叫做大彻大悟？听到这段在吉隆坡在吉，就是大彻大悟。哦，这句话虽然很俗气啊，但是却是一针见血的大智慧。你要注意听啊，什么叫做大彻大悟的人？就是听到这段在吉，一拢无在吉。啊，你慢慢的体会哦，慢慢体会哦。哎、欸，故是什么泰山崩于前，它一样如如不动，不太急啊，缘起的东西啊，缘起的东西本来就无自性的呀、啊，啊，只如是大，啊，无情这个团就是聚集起来，聚集了地水火风这个无情，那么就变成了山河大地，山岳就是山河大地啦，有情聚集起来就变成我们的色身。说我们是身心一体的，一个人身体不好啊，除非特别例外，否则他的修行啊也会很糟糕
哎，提不起劲来。他很想用功啊，可是他病得非常严重。人家可以打佛七啊，那他病得半死啊，他念佛都念不起来。哎，所以这个身安而后道隆啊，你要修行，你首先要把身体弄好。你身体弄不好的话，你要修行很困难的，提不起劲。身心是一体的吗？身心是一体的嘛？啊，修戒善团之以为人天呢、啊？戒善就修五戒十善呢、啊，把它聚集起来啊，那么就是人天呢、啊，就是三善道的果报。要是恶逆团之啊，恶就造五逆十二罪啊，啊，把它聚因缘聚集起来，哎、啊，那就是鬼畜。三恶道的果报，岂非法无定向啊？因缘生，因缘灭啊！啊，哪天呢、啊？我们要不钻到牛的这个肚子里面啊，就变成小牛。哎，这岂非法无定向啊？随缘构造乎哉？情念本空啊！啊，我们这个执着的情念本来就没有的，罪福是无主的。啊，罪福无主，意思就是业性本空啊，业性本空啊，行善找不得啊，啊，恶业也造不得，一切性空，何莫非如啊？既然一切都是空性，那哪一样不是真如法性呢？如就是真如，诸法的实相啊，啊。何莫非如，哪里一样啊？而不是诸法的实性呢？所以经典说，色即是空。色的上面如果加一个字幻，幻化的幻，幻色即是空的上面再加一个真啊，那意思更显示出来。幻色即是真空，幻化出来的啊，这些幻化出来的。我们生活的正报跟依报，正依恶报都是真空实性的啊。这色即是空，是因亦而，是因受想行识也是这样子。色就是幻色，空就是真空。迷的时候，我们把全部的真空性啊变成幻色啊，这全部的真空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啊。迷的时候，把全部的佛性变作虚妄的色法，千差万别的境界来执着；觉悟的时候，全部千差万别虚妄的色尘境界，当下就是入不生不灭的空性。为什么不二吗？144页，如是。那么这样说来。这何独凡类是缘生呢？啊，就是凡夫之类是因缘生的啊。这个还有啊，三圣的圣果都是从缘有，都也是从因缘生起的啦。十比云，十法界的缘起，凡圣两分呢、啊？凡圣两分，那、啊、那么是四圣六凡嘛？啊，六趣的染缘。四境的境，四圣的境缘，染境虽然有所差别，缘起都是一样的。既然缘起都是空啊，哎，所以真正悟道的人就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缘觉，没有众生，纯一个空性的觉性，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哎呀，我要修行，佛是何物？奴亦修之。佛即是无为，佛即是空性，从哪里修呢？你无从下手的，悟即得，不悟不得。犹如清水浊水，颇湿无数啊，清水也是水，浊水也是水啊，颇跟湿性没有什么差别的，因为同一本性嘛。是故经云。就是《法华经》里面说，佛种从缘起啊，佛种从缘起，啊，缘起，意思就是说，
因缘生因缘灭的意思，佛种都是从因缘生因缘灭的意思。然后看底下啊，法华云，法华就是法华的方便品第三啊第二啊，就诸佛两足尊呢，知法常无性啊，这是前面两句啊，他没有讲啊，诸佛的两足尊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啊，上面两句他少了啊。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然后再讲到佛种从缘起啊，是菩提心啊借着这个缘而起的，是故佛为说一圣，就是一佛圣呢、啊、令发菩提心啊，一圣教就是发菩提心之缘也，是十法界都不离缘起。所以为什么说见缘起即见道，见到缘起就见道，为什么？缘起是一切法的根本，大圣小圣啊，尤其是小圣呢讲的特别的多，大圣呢啊再进一步讲，万法唯心，万法唯心。所以这个缘起啊是扩大一切法的根本，哪一个大小圣不得不讲缘起啊。是则声闻以四谛为缘起，缘觉以十二因缘为缘起，菩萨以六度为缘起，佛界以佛圣大白牛车为缘起啊。那么复习了之华严，我们再来就要讲华严经了啊。人虽然尽缘，具照十法界，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子啊。这个在天台宗啊，这四句是从来没有离开过的，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再讲一遍，如果我们来解释做性空，而且把它分开来，这是可以讲的。不变，那性空是不变的。随缘就是无常，缘有生灭的东西叫做缘，有增有减叫做缘，因果生灭叫做缘。那么即无常叫做缘，那么无常叫做缘，无常就是空性。所以如果把随缘跟不变分开来，都描述性空，那这样可以的，这样可以的。但是如果把随缘就说等于不变是不可以的，随缘是生灭的东西，不变是不生灭的东西，这变成自性见，这不变成自性见。缘起当下，记住这个当下，当下空性叫做不生不灭，而不是缘起的外面有一个不生不灭不变的东西，这个是外道，这个是外道法的，这一定要弄清楚啊。但是不悟还是弄不清楚，听经听了十年，毕竟不晓得师父在讲什么。如果你悟了，很清楚的就知道，我现在所讲的都是在描述性空。如果你不变，不要看，就是随缘，随缘就是随着生灭，生灭就是无常，无常就是空性，性空就是第一谛，随缘的本身就是第一谛，随缘的本身就是不生不灭，现实的生活就是涅槃的本身，这样可以的。中国人把这个不变呢、啊、加在这个随缘的旁边，这个非常的就是很严重的错觉啊。缘起性空，师尊讲的法是讲的非常非常的贴切，而且是非常的正见。你中国这个东西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三藏十二部经典没有讲过这句话的，世尊也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这是中国的东西，不但是中国的东西，而且错得离谱，而且错得离谱，非常严重的错误啊。如果说我们把它分开来描述，那个可以，但是如果说跟那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来相提并论，那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个是大彻大悟人讲的话，可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个是讲得很不得体的，非常不得体的啊。底下一个，方弃诸法实相之中，这个才弃诸法的实相之中，是以万计重凑啊，万计就是日用平常之间繁多的事物，是以万计 就是很繁多的事物，重就是众多，
啊，凑就是聚集汇集啊，意思就是种种的因缘把它凑合起来啊，一点一滴乃至一层一滴水啊，乃至一只草一棵树，达之者就是通达缘起性空的道理的人，则无非道场，一切境界一切实数无非道场，无非道场啊。哎啊，所以呢那个美国啊，哎，加拿大那信徒回来，所以啊，师父啊，我这个美国啊有两块土地啊捐赠给你啊，你在那边啊去建道场啊，我这个加拿大啊有几亩地啊，因为那用算亩的我不会算哦，大陆也是用算亩的啊，我们现在都是用一分地一甲地啊，大陆它不是这样算，大陆是一亩地的，也是这样子的，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都是用一亩地的啊，一亩到底有多少的我不会算啊，啊我说你说的我听不，哎，啊，这个电子计算机拿来整个圣屋啊，哎，要叫我去那边盖道场，哎，哦，我跟他摇手，摇手不是说再见的意思，是说没有这个因缘，啊，哎呀，悟道的人哪里都是道场啊，哎，哪里都是道场，是不是？哎，那我跟他讲，我的理想就是我一生一世啊，就讲经、录音带录起来，就散播到全世界去，这是我的愿望。再来啊，日用处缘啊，对镜莫非啊，因缘生法啊，我们日常啊用的接触这个因缘啊，对这个境界无非是因缘生法，缘生就无性啊，当体全空，全空就是极灭的道场，真阿难若处，说阿难若就指山林啊、荒野或者是远离处、极静处、无真处，是指适合出家人修行居住的啊，这个很清净的道场，或者是指一般寺庙啊、精舍道场。哎，所以啊，以前有个比丘来啊，比丘来啊啊，但是说，哎，慧律法师啊啊，我来请法的啊，我说哦，麻烦你跟我找一个，麻烦你介绍一个阿难若。阿难若，看有没有阿难若处，我准备修行啊。他说有啊，阿难若在这个地方啊。哎，一听不，阿难若在这个地方啊，阿难若在这个地方。哎，清净心就是阿难若，无所住就是阿难若啊。当然这是理上来说了啊。如果要找到真的阿难若，我看到台湾很难哦，到处都是空气污染了。哎，每天呢，电视报道的高雄空气品质。恶劣呀 啊所以那很多日本人呐、啊，因为那空气好嘛哈、啊，来到台湾，咳嗽，鼻子鼻窦炎，马上一直流鼻水，然后一直咳嗽，重感冒发炎，为什么？空气太差。那住在那个像一个以前的一个瑞士回来的，瑞士回来的徒弟。回到台湾一直生病，支气管咳嗽流鼻水打喷嚏，然后一直发炎啊，那咳出来的哦，那个鼻腔给人家呕了哦，规则那下里住的哦，写个下里啊，他说这个台湾的空气哦，哇真是糟糕，哎，那就是赶快回去瑞士，但是师父啊，你有空到瑞士来哦，我说我瑞士都蛮喜欢的，那瑞士是很棒的国家，但是坐飞机要坐15个钟头，十几个钟头，是不是啊？是故能达此者何事？而且何处啦？啊，而非菩提也，菩提哉？哪里不是道场呢？底下说色相无边，色相的旁边呢写一个字，就是境啊，境界的境。色相无边就是境界无边呐、啊，就是千差万别的境界啦。物之者，则无非般若就是了境之智啊。啊，这个外在色相就是境界，这境无边就是种种的差别，无量无边的境界，你只要觉悟缘起性空，因缘生因缘灭的，那就是空性，缘起就是性空，这无非般若，
你所到之处，我们所到之处，通通是智慧，不求不找，我们就于这个世间无所求，也无所执着。为什么？空性就不可得，空性就是不无所求。哎，修学修学佛法，哎，只有四个字：无求无着。这四个字在作用。你大圣小圣，通通这个。你打开阿姜塔，乃至佛师比丘写的书，他也是告诉你无求无得无所得，本来具足，他也是这样讲的，只是讲的不像大圣这么透彻。阿姜塔的书，佛师比丘的书，通头到尾一个字全部，每一本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这个通讲无常、无我、涅槃，都是讲这个，跟阿含的思想没什么两样，没什么两样啊。他还是讲叫你放下，阿姜塔的书，包括佛师比丘的，他还是一样叫你放下。那么大圣讲的无求无着，所以啊，修行佛法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多求自见不是道，守自奉道是真道。广求自见，所谓广求自见，就是我今天到这个道场参一点，希望师父开示；我希望到拜山另外一个道场去，再请师父开示。啊，哪个高僧大德一窝蜂的又去拜山，而且开示，好像在作秀一样啊。仰慕高僧大德，这个发心固然是正确是好的，啊，听佛法也听了那么多，派得上用场吗？派不上用场。这个叫做广求自见，不是道，这根本没有道可说，那是空空总有丢了，啊，现在是总家，你要在总家，奥利总家。佛陀在《佛一道经》讲过那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守自奉道，其道甚大。守志就是说我要有志气，如果我现在观无常，我就彻底的无常，彻底的观无常，这样你是一个修行人，你很快就得到。你什么事情看不开，你想看无常，世间就是无常的东西啊。你今天你很有钱，无常你拿出来用，守志，守住这个志气，奉道依照无常的法，就一直放在心中无常。好，如果这个无常啊还不能让你直截了当，就观实。实，你守自奉道，其道甚大。哎呀，我有一天我会死啊，我有一天我一定会死啊。时时刻刻警惕自己会死，时时刻刻用死来鞭策自己。我告诉你，你不开悟啊，你不了生死啊，我用头来担保。我们现在的修行啊，不得力，不得力的是像在玩耍一样的，像小孩子玩耍读书，现在可以切包盘呢，跑去读一点点，明天切包盘呢，读一点点，这个道场参一点，这个那个道场参一点，参到现在脾气一样，贪嗔痴一样，情也舍不得，这只嘴巴也是很糟糕，也不守口德，那修什么行？不可能的。你这样永远都不可能入道。你要守志，要奉道，守住你这个思维，要正思维，要守得住，要下苦功，一句无常就绝对叫你了生死的。那一个死也可以叫你了生死啊。就是我明天要死啊，你不念佛，你跑去哪里？那好，我们要这样，万法皆空，一切观空，你也可以马上可以悟道。一切万法不可得，你守得住这个不可得，这一句话就不得了了。守住无求无着也是一样，你守住一无所住而生其心，任何一句话你守得住，通通解脱。我们现在就怎样？我们现在守不住，学佛学了三五年了，但是他开始要动了，要攻，他不先守，他现在攻了，度众生。度众生，开始度众生，度众生，名一来，利一来，忘了，现在不是只出家一样，在家也是一样，在家居士也是有点能力的，他的领众，习惯了，这个脸拉不下来，
这个脸拉不下来，人家说，哎呀，什么某林居士啊，啊，某某蔡居士啊，某某什么居士，哎，哦，给人家一恭维啊，他说我是理所当然的伟大，我是理所当然的伟大，这样自我膨胀的思想啊，他已经分不清楚了，什么是慈悲，什么是贪婪，他已经分不出了。慈悲是建立在般若的智慧，它是绝对的平等，贪婪是认为我要救你，可是却被他黏住了，啊，被金钱黏住，被名利黏住了，啊，这个是贪婪。凡夫就是这样，慈悲跟贪婪他已经分不清楚了，已经分不清楚了，对不对？他本身没有守这个字，也没有奉这个道，所以他修行为什么会不得力？其实我告诉诸位，你真的要了生死啊，根本就不要什么三年，你什么三年，你打开净土圣贤录后面来看看，我告诉你，那你真的要念佛，你所至奉大七天，佛讲的若一日到七日七天，有的根本就不需要七天，你命中听到十念抓住稳住，而且用生命下毒住，十念就往生了，十念就往生了。学佛有点很重要，记起经重要，你有没有决定要了生死？有啊，很简单，你守住奉道，你是不是要想了生死？是，你守得住啊。我们现在就这样，习气太重了，烦恼太重了，是下不了手，下不了手。一次一次佛陀啊，祖师大德，其实就是在一直的婉转的一直跟我们引导，太浪费到在太浪费这个时间了。我们真正一个有志气的人，真了生死的啊，这是一念之间，一念之间，真的就是这样子。好，145页啊，所以说，夫境界自容，而智是随境界而不可以普遍的。啊，意思就是境界是借着这个智慧而融通，这个智慧是随着境界而普遍啊，遍就是普遍的展现，在每一个境界当中，色相是遍法界，而般若也是遍法界。前面说道场者是指本有的法身之理，现在讲般若呢，是指修成菩提的智慧。境智是圆融的，实理有在。因钱得鱼，这个钱呢、啊，就是捕鱼的竹器啊。以前的捕鱼不是用网的，有一种是用竹器啊做的笼子啊，放在这个溪沟的旁边呢，这个鱼啊，哎，就一直跑进来，一直跑进来。啊，无复空言，复就是落入，不要落入这个空潭啊，也不会落入空潭。因为啊，因钱得鱼，就是因为啊，这个钱就是方便，因为方便而得到究竟。得鱼啊，就达到目的了，啊，这样就不会落入空话。前面简偏言中以明，啊，简是简是，就是分别了，分别什么是小圣，什么是圆满的大圣法，这已经说明清楚了。所以经典说，色无边故，当知般若也是无边，意思就是境界有无量无边的差别境，但是空性是一致的。当知般若也是无边，智慧达境成智啊！如果一个人啊，不是达到境界变成智慧了，怎么能够安止如何？怎么能够令二俱无边？二俱就是境智，境界跟智慧怎么会无量无边呢？何以故？就为什么境非智而不了？境界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是没有办法了的，要是智慧没有境界，那也不会产生啊。方便呢、啊？啊，方便生，生就是无生啊。智慧如果没有境界，也不产生呢、啊。啊，借境显智啊。那么智慧生呢，是了境而生呢、啊。境界了了，就智慧生而了了。所以自生而了。但是啊，智本是空性，般若本是无所得，是了虽了，但无所了啊，了尽而生啊，是生，但其实是无生，
圣无能生啊，了是无所了，空性。圣无能生也是空性。这是重叠前文，这个叠就是依据重复的根据前面的文章，以明明什么？就明达的意思。悟道的话，就无非道场啊，啊，无非般若。你看这般若上面再加无非，意思更明了。如果我们通达的话，哪里都是道场，哪里都是般若。但心无求无着，就是大般若、大道场。生无能生，这内事积极啊。如果我们生，就是我们缘起；无能生，就是空性。这缘起的智慧所显现的智慧，其实也是无所生呢、啊。所以我们内在的智慧积极就是毕竟空啊，即本身是空。啊，那么即即就是两个空啊，是内自空空，哎，放下那个执着的空性啊。如果说我们呢啊，空掉一切法，还执着一个空，还不得。哎，两个空啊摆在一起的话，哎，那个空都不能执着。人内自空即呀、啊，就是即即了无所了，则外境如如，外境如如。146页。内自本来积极，而不积则过在不达净空啊。内在的智慧本来是空性的，我们现在呀、啊、达不到平静的空性，那是罪过在不达境界本空啊。外境本质如如啊，而不如则他的罪过是在没有能够达通达的智慧。如果能够了了什么生无能生。了无所了，是吧？哎，对，生无能生是境界啊，了无所了是指智慧啊，啊，两个其实都可以互用了啊。生无能生，境界不可得；了无所了，智慧不可得。上合智而不及，上合境而不如啊。如即无差，境智明一。其实境就是智，智就是境啊。静如就自如，自极就是境界极，本来就是一体的。现在悟生而无生，了而无了，静智明一，那如即无差，就像空境没有差别。是法身般若明和而不分矣。万雷之泯除，妙智存焉啊！万雷都泯除。烦恼啊，生死啊，都泯除啊，解脱自在，妙智就存。那万雷啊，就都是泯了、啊，就是说单刀直入的放下，就解脱了。啊，以前呢有一个50几岁的人来，他也受过菩萨戒，可是啊，他一直很放不下，执着。你的经典也看了很多，可是不受益啊！我就告诉他，你如果想要受益啊，你听我的劝告，你从现在开始，什么经典都不要看，暂时啊，你一心念佛，一心念佛，大前提你要记住，碰到任何境界，重复的告诉自己，念7遍，放下，放下，再放下，一定要放下。放下，你念7遍啊，慢慢的、啊，好、哦，他听师父的话啊，回去啊，碰到境界，哎，开始要贪嗔自己了，放下，哎，起的消极波了，可放下，无啦啦，可放下，差不多定了呀，哎，碰到境界，我说在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要靠辩论，避开来，远离，避开，就是我对这件事情很生气的时候，暂时什么话都不要讲。你什么话都不能不要讲，你撸弓撸皮呀、啊，站在这墙起来，统统不要讲。碰到什么境界，我告诉你，先刹住，动下心动起来，了慢恭维，你紧推下这个，慢跟这个人恭维，卖跟他打招呼，开始呀、啊，行啊，行弯理弯理，慢慢的来，放下放下啊，我们要像阿信，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还要这样的关照哦。哦，记住师父的话，苦乐是佛陀的使者，认识了苦跟乐，你就认识了佛陀。啊，不要趋向乐境，不要排斥了逆境，远离了众生就是远离了菩提。佛法是当下的东西啊，因为你做不到，所以我叫你避开境界啊，因为你做不到啊，你不没有办法当下，哎，我叫你好烦恼，你都没有办法处理好。第一个步骤，观音道，心安理啊，烦恼也收在那麦起，滴滴过来，锁住一个上下两个字。然后，如果你真的放不下，告诉自己世间无常，放不下还是要放。最后死亡，你放不下还是要放。用这个放下强迫，先开始先勉强。哦，他这个老菩萨啊，这个刚开始啊，修得很辛苦啊，啊放下，还是很生气。哎，他放久了。他真的彻底的所至奉道，他就按照师父的方式了。哎，我说刚才告诉他，你不要广求知见，你看了那么多经典啊，听了那么多法师啊，你都用不上啊，都派不上用场啊，那个都是法师的，不是你的啊。你先守住自己，放下啊。哦，他很感恩呢、啊。经过了一两年呢、啊，他真的是啊，是师父啊，一语道破梦中人呢、啊。啊，师父你这样一句话呀、啊，我这样二十几岁就开始学佛，像寿菩萨这五十几岁啊，这不如你这样一句话。哎，我就跟你讲啊，善知识很重要吗？我就叫你这个方法，你抓得住放下，一直告诉自己要放下，久了就习惯了，久了就习惯了，很受益的呀、啊。很受益的，非常受益的，所以我就跟你讲，不必听经，不必听法，听得很多，你一句放得下就 OK 了，啊，那自己不好啦，啊，像银行的小姐在讲算钱，规天算算的吼，啊，无一样是咱的啊，干那月底才领两万几块尔，对不？对不对？啊，真正的财产就是，第一咱落地啊，这财产就是咱的啦，咱开掉的啦。那就对不对？我们就放下，我们自己用得着的嘛。啊，你听那个法师，你讲那么多，那没有一样是你的啊，对不对？就像这个银行一样啊，银行一样，一个人一天到晚数钞票，数钞票，对，数了很多，好几百万，好几千万，就没有一样是我们的。哦，我们今天到处听经闻法，就是替人家数钞票，差不多意思的。可是我们把听经闻法化作自己的新的境界，放下，单刀直入的放下。你真的在境界里面拿得出主意，做得了主。钱就是你的啦，大富翁用不了啊，用不了啊，安利的用不了啊，懂吧？哈、哦，所以说现前一念，本自具足，知道吧？啊，天台云啊，这只解脱非解脱啊，只就是单单啊，单单讲解脱，解解脱的，那、啊、不能说只有讲解脱的，这解脱啊，必具法身的，还有般若的，法身跟般若的。都是由境智圆融啊，境界跟智慧，这个是圆融的，能所不二的，所以能够超尘越累，会翅高飞啊，啊，智慧的翅膀啊，振翅高飞。所以经典说般若无知啊，无知，这个无知就是没有立这个知，般若本身就有知。不可以立这个知啊，叫般若没有这个知见啊，无就是不可安立知见，般若无知，不可安立知见。般若本身有知，是本体的知，是本能的知，本体的知，本体的知就是无知啊，是般若无知，那么无所不知啊。为什么无所不知呢？因为空性到哪里都可以展现，境界啊到哪里都存在，智慧也到哪里都可以延伸，智慧的触角是没有形象的，哪里都可以触及到啊。如是则妙之非知啊，不知而知。那么这样子不可思议的境界是不可以知见立知，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的，所以妙知非知就是我们不可思议的本体是不可安立任何知见的。那么不可安立任何知见，这个是真正的知，哎，虽是不知，但是无所不知
刚才说不知而知，就是虽一切法不知，但是无所不知；虽一切法不分别，但是一切法虽分别亦无所分别；虽无所分别，也无所不别。这般若虽以知而为其用，般若智慧啊，虽然用这个知来当作它的作用，古村其实还执着有一个知。这不是真般若，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绝对不会狂妄。哎，这一堆讲，哎，我很伟大，我很有修行啊，我写的东西你帮看看，是不是啊？哎，这样子的话呢，还得了？啊，就像上公讲的，或者李炳仁老居士讲的，或者说我们呢，亲近过这个广化老和尚，他就是这样讲：你没有相当十年的功夫啊，你最好不要上台，你最好不要上台。有一个人呢，老和尚啊，以前呢，他就跟李炳仁老居士说：“哎呀，我学佛呀，那个啊，十年呐、啊，对吧？我呢出来啊，弘法利生啊。”这个李炳仁老居士跟他讲：“二十年都不够资格。”那当然开悟是例外了，是不是啊？二十年都还不够资格弘法呢。你可想而知，那个弘法不是说我起来讲经就是做功德，又说是造无量无边的罪恶的呀、啊。那个知见是错误的呀、啊，那知见错误一盲引众盲啊，那不晓得要使多少众生的法身慧命啊。所以啊，我曾经跟他们讲啊，啊，跟医生讲啊，啊，哎，要造出一个什么华佗啊，不晓得要使多少的病人呢、啊。华佗是一个医生呢、啊，是不是啊？啊，所以啊，啊，我去医院里面呢，啊，如果听说这个医院这个派出来的是实习医生，我就跟他讲 stop no， 我不是试验品啊，你不要派一个实习医生来啊，那个实习医生不想弄了多少，医死了多少人才会变成名医啊，哎，才会变成名医啊，真的啊，都是这样子啊，这很糟糕的呀、啊，哎，所以我要找医生，我不会找大的医生。大的医院，没啊！我以前那大的医院也是很可恶的呀、啊。那个你不晓得啊，我以前啊，倒是有个比丘啊，我就送他去医院的，送他去医院的时候啊，啊这人很辛苦了啊，哎去的时候哎，马上再给你打点滴啊，没有病床，又开始等了，开始病床，一天没有病床，两天没有病床啊，来的就是实习的医生来看一下，点滴打了没有，你哪里不难过啊，啊医生不在，哎正科医生的不在，来的是实习的医生，就你在那边三天三夜，哪里有我被赶扣死啊，啊哥点滴还打点滴啊，打点滴黑的葡萄糖黑补上面啊，免得乱来了嘛，哎呀哎就没有看到医生，如躲进如戏啊，这个、啊、很难讲的啊，很难讲的。因此啊，佛法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刚入门，一走进去要碰到邪知邪见的，但问题就是说，我们智慧不够，实在没有办法分辨哪个是正见，哪个是邪见，实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的这个法呀、啊，啊，你讲的太深了，他不相应，一定要听过书再听来听吧。啊，我要告诉他。这样的正的，哎，他会跟你诽谤的。哎，你看这个，你看，哎，法师啊，只有讲他是对的，别人都不对。哎，他没有智慧分辨，老参的都显就是我们讲的是这个是肺腑之言呐、啊。可是出现佛法的人，他会诽谤啊，批评啊，他认为说啊，你还不是狂妄，你还不是骄傲，就是法就是这么难。你讲真的，他听不进去。你想讲的故事，讲了很多故事，他听得进去，他认为哎，慧能法师讲得很好。你要讲的一思想三道之路讲的见性法门，千百万个人得不到一个，他听得好像懂又不懂，然后听得你一讲两句在形容在强调某一些事情，他又扭曲，你误解，给你下一个评语，你还是很狂傲狂妄，你还是很骄傲，那就不来听了，这法它很难，真的很难啊。所以这个弘法，像释迦牟尼佛弘法五千个退席啊，不爱听不做开始啊，啊，所以我讲的赵能山呀，是真正常啊，赵导演嘛真正常，啊，无到五千年了嘛，算真正常。不做的恭敬都有人造啊，何况咱恭敬无人造，啊，所以就啊放下啊，合得来啊，不合都没有办法啊。以下一个啊，就是般若虽然啊，
以智而为其用啊，苟存一个智就不是仁般若了啊，为其无知就无所不知，如是知之，则不知而知啊，啊，有知而知就是情见，哎，有知而知就用这个情见，那么无知而知呢，这个是真见，哎，如果你有知而知就有所不知，就用这个四心妄想分别心，如果你无知而知就是真见，就无所不知，那么就用根性，不生不灭的根性，那应舍事用根啊，应当舍事用根，舍这个分别心，用这个清净的不生不灭的心去修行，那么就一日千里了。起点就是终点，用不生不灭的心，起点就是终点，终点也是不生不灭嘛，开始就是结束，那么简单讲就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了啊，当下顿悟啊，究竟菩提归无所得，就是这样知，就是这样无知啊。147页，幽闭插诵，这上面写已久之三啊，色摩他毗婆舍那，我们都讲过了。再来我们要讲幽闭插，梵语幽闭插。中国话叫做止观等，这个等的底下要加一个字，等运，运作的运啊，运作的运，止观等运啊，一名中道妙观，在止观当中，这是属于圆顿中所设，乃及前面的二观啊，空观跟假观，即竖而横，即横而竖，也是双遮双照，非遮非照啊。那么双遮就是非即非照了啊。那么双照呢啊，一即一照啊，那就是一空一有啦，还是非空非有啦，都可以这样讲啊。夫定乱分起，动静之源不二，心如果定或者心乱分起，就是有所差别的，心动啊，或者是外在的境界是动态是静态，它的根源是不二的，是没有二的，愚痴跟智慧，乖路，乖就是啊背道而驰，愚痴跟智慧是不同路的，明暗之本非殊，也没有什么差别，明暗的根本是没有什么啊差别的，这动静明暗这个是病，哎，这个是病啊。那么定乱愚慧这种种差别相之所由生者，都是支流分出来的，考其原本啊，考就推究，推究它的原本呢，莫不从明净之性生啊，啊，没有一样不是从明净的本性而所产生的，观他的支流莫不异，没有不异啊，那边就是千差万别了，没有一样不异，就是没有一样不差别，那就是千差万别了，观其原本莫不同，莫不就是没有不，没有不就是不二了啊，就体性无二无别，所以支流是原本来的啊，原本展开来就是支流，没有什么不同，玉米是从流出流啊，从流出流就是说，哎呀，我们这个愚痴的人啊本来就是烦恼很重啊，哎，结果他借重的外境的攀缘，希望得到快乐啊解脱，结果更糟糕，结果更糟糕，嗯，所以说这个玉米是从流出流啊，从这个哎支流
再产生种种的支流，意思就是从无明又进入无明，从烦恼又进入烦恼。因为太过静了，你就生昏沉了。因为太明，明就是观照的太强烈了，结果呢，产生散乱。自悟，如果一个有智慧悟道的人，是从流溯源，从这个支流，归溯到原本，破这个散乱以为静，破这个散乱来进入极静。那么极静就是止啦，破这个昏以为明，昏就是昏沉、愚昧，那以为明啊，破昏以为明，破这个昏沉、破这个愚昧呢，变成了了分明的观照，明就是观照，静就是止，明就是观，说破乱以为静，破这个散乱以为。止息的功夫，或这个昏暗以为观照的功夫，用这个观照的功夫，是于一明止观不二之旨。想要了解止观不二的宗旨，先标昏动明镜之源。这个明镜这个境界的镜把它画叉这是应该是安静的静因为前面讲的是这样子嘛，动静明暗嘛，所以这个应该是安静的静，昏跟动嘛，明是跟安静的静，这样才对嘛前面这个都讲过嘛，所以这个是不应该是境界的静，这个是安静的静，昏就动嘛，明就静嘛是圆。勤迷如果大众众生迷了，就从暗而被明。我们现在是众生都是这样子了舍这个静的以求动。如果众悟了，一切众生如果是悟道，如果悟道的话呢，就被动而从静，就远离了动，而从这个静，舍暗以求明其实这个是方便说了，法性真空没有迷雾了，没有动静是不是是见性的人以生灭可以做得了主，这不是生灭的东西，不是动也不是静，不是明也不是暗气暗头明，明亦是暗这是对立的东西方便说可以这样讲这样不是本性的东西。其迷众生迷了方便说从这个暗而被这个明，违背了光明，依着这个暗使这个静的求动，这个是迷。那么众生悟了，那么就被动而从静，使暗以求明。其迷非无其明，明就是般若智慧。众生迷了，并不能说他没有般若的智慧，只是被明而从暗，暗就是原力心、分别心跟执着心违背了这个光明般若的智慧，而产生的原力跟分别执着，非无其境并不是没有境，只是求动就舍掉境所以就是愚痴迷惑，众物也不能说没有动能够被动而从静，能够放下这个动的分别执着弃入这个静态，非无其暗，因为能够舍暗以求明，是所以为自悟也。自悟也148页，名声就是般若智慧现前叫做名声要是般若智慧现前，则转欲成慧转这个愚痴变成智慧，静力
所以静力就定了，就是色摩他成就了，如如不动的意思。啊，则习乱成定，习乱就是止习，乱就是妄想。如果我们的定力啊成就了，那么就止息了一切妄想，变成了定了。明身何以能够转一次变成智慧呢？静力为什么能够习乱以成为定呢？啊，以其动静之源不二，动静之根源是不二的，明暗的根本也没有什么差别，是故可以服也可以解脱。盖为物所转，就是随着外境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就只要你随着这个外在的境界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被它所转动。所以啊，为混为动，那么这个是愚迷之相，愚痴迷惑颠倒的相。如果能够转物呢，就是啊，不被这个境界所转动，可以操纵在自己啊，不被这个外境所影响，则为静为明，你的智慧就现前，觉悟的心就现前。定力犹乎被动，这个被当作离字的是比较恰到好处。定力安定的心如果一定建立起来，犹乎就正因为，正因为被动就是离放下的意思啊，就是离开了这些分别执着的动态，智慧产生，这就要去舍暗。那么暗就是无明了，舍掉无明了，愚痴了。定力既然是由被动啊，这动不可以不被啊。智慧如果生，即因舍暗呐、啊，这暗不可以不舍。暗动连续翻笼啊，那么静明相去于物表，这个暗动连续啊，意思就是哦，心性昏暗烦恼妄动，那么我们就整个被困在这个翻笼啊，就是跟个鸟笼一样，关闭鸟兽的笼子啊，这比喻不得自由的处境。三界啊，这个凡夫轮转在三界六道，就像鸟啊，啊被困在这个笼子里面，不得自由。所以说，暗动连续在啊翻笼。简单说，暗之与动，何须被舍呢？为什么被舍呢？你这些啊无明啊分别执着啊，会让我们来困在生死的牢笼里面，困在生死的牢笼里面。所以一个人自在不自在，现在的自在跟不自在可以影响到你临终啊了生死或不了生死啊，那往生不能够往生，都在现前一念。所以啊，了生死是平常的功夫，现在下了很深的功夫啊，自自然然了生死就易如反掌。你吃一点苦头，难舍能舍。好，同学们啊，要记住佛陀的话，这行菩萨道要难舍，这个很难舍，很难做得到，也能舍，要这样子的功夫啊。这个实在啊，这个人很可恶，哎不难舍呀，还是要舍，放下，不要执着。要这样的功夫，要难舍是世间人讲的吧？啊，这很难的、啊，不是很难的东西，对修行人的还是要放下，这个就是真的了。所以啊，啊，这一段是说暗跟动的果报是不好的啊。但是在静明相趋于物表啊，那么。趋本来是相的意思啊，这个相呢，就是皆存在于物表，就是当下之相啊。
当下是表，物表就是物相嘛，表就是表象。镜面啊，相趋于物表，意思就是镜跟明这种功夫啊，可以存在于当下的一切现象。意思是说，我们的心呢 如果静又明静跟动那么明跟暗都是人心的两面作用嘛。这愚痴跟无知表现在外相，就是表面嘛，都是暗跟动啊。如果有观照的智慧，时时随地随处，那无非是静是明啊，所以八风也吹不动咯。那所以静之以明，为什么要恢复呢？以其能去于烦恼，这个去就是除啊，以其能够处于烦恼之当下，物表就是当下之相，当下的外相啊。简单说，你的智慧可以运用在一切的当下，这个叫做智慧。149页第二行，物不能与啊，外在的境界不能让我们迷惑。功有慧，功有一慧，这是因为这个功力啊，大大得力于智慧。功有就是得力源于智慧。为什么能够外在的境界我们不被迷惑呢？能够做得了主呢？正因为我们有智慧。烦不能动的内在的烦恼不能够扰乱我们，这个是得力于我们心的定。这静明为什么要恢复呢？定慧为什么能够成就？以其得大体而能起这个大用，大用如果现前，则物不能与，烦不能乱。圆讨其圆，这个讨就是探究寻觅的意思啊。圆我们呢、来追溯探究寻觅这个因，则都因为得离止观的功夫。定跟慧更知于静明，知就是有助于定慧更有助于静明的功夫。那么愚痴或者扰乱了这乱象互相缠于暗动，越愚痴心越妄想颠倒执着就越暗越动互相缠住了。所以得定慧相知，相就相互，知就是知住了，长养相辅相成这定慧来帮助相辅相成，所以我们的本体就越静越明了。静则越静，明则就越明若一乱相缠，则本心暗动，暗者就易暗，动者而易动矣当然这个都是方便说啦这个都是相对立的来解释，其实这个不是绝对的思想，是不对的啦无为法是无一相的东西，哪里有这个是这是暗动昏明这种东西呢对立对峙可以啦。动而能静，乱而定动当下能够静，乱当下就是动，暗当下能明，愚痴当下就是智慧。如是这暗动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差别，静跟明本来就是合成一道的，没什么差别的，由之合道就是合于这个道那么愚乱之源也没有什么差别，定慧愚痴同一个宗。那么这个就是暗跟明，动跟静是不二的，愚痴跟智慧，乱跟定是不二的，因为本体是不二嘛，相是有种种的差别即乱而静的，比如说虚空，本来有所谓的动静，风生之动，风息之静但是风也是依空而生所以拂衣则有，拂衣震动这个衣服风就产生出来了，垂长则无这个衣服垂下来垂下来就表示风不动
啊，就是垂裳，啊，霓裳啊，垂裳，垂裳就是，垂下来的衣服，哎，风就不动啊，则无啊，看不到风啊，啊，夫之垂之犹乎人呐，啊，夫之就是震动，你要水动，哎，或者是啊，让这个衣服啊垂下来，这个也是人呐，可以操纵啊，啊，那么其难道不是？动静而动啊，动而能够静乎，这个不是平啊，这是乎啊，哎，那平啊打字打错了啊，岂非即静而动，即动而静乎？哎，乎不是平啊，哎，那个那边那个高起来啊，即暗而明，150页，即暗而明，亦如虚空。啊，就像虚空一样，本来就无所谓的明跟暗哦，哎，本无所谓的明暗，日出就等于明了，日入呢就暗了，但是日啊也是依照虚空而住了，所以啊皆知则有啊，皆知就是云开了就见到太阳了，哎，覆之则无，它被乌云遮盖起来了，那么太阳就看不到了。无论皆知覆之也是由于人啊，岂不是即明而暗啊，即暗而明啊，法性亦然，也是这样，何知可知啊，啊我们呢把它配合起来，比喻啊你就可以了解了，所以说暗跟动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差别，愚痴跟啊这个动乱啊也之缘也没有什么差别，非议啊，如此之静明由之何道啊？静明啊，明就是慧咯，静就是定啊，这样子就合于这个大道啊，定慧也是同一个宗旨。如果我们呢建立在空性的平等，那么就是中同了，就是无缘之词啊，无缘之词啊。那么无缘这个缘是条件呢，没有任何条件的慈悲。意思就是远离差别的见解，没有分别心而起的平等绝对的慈悲啊，这个是佛独具的大悲，这不是凡夫二圣人所能起的，所以特称为大慈大悲，这个叫做无缘慈，无缘之慈就是无缘的慈悲，没有条件的慈悲，因为悟道绝对平等的心性啊，所以没有任何条件的慈悲，定慧是极而常照啊，空性平等的空性啊展现出来的大用现前，那就是定慧，这中同则定慧合一啊，定慧合一就是即定即慧了，